我不是他，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看来还不笨，怎么那么笨呢？再说一遍，明天可别输得太大。不管闲事，你找抽呢！还有我。 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咬起人来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多咬几口。我不能因为代价吃处分，我影响高考。跟了我2个月，把我的行动路线摸得清清楚楚。我可以帮你，你也可以帮我吗？ 你写的，撕了。以后这又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，夏小媛。我们这样耽误高考吗？算了，等高考结束再问你吧。 从你在医院里醒过来，我就知道，你一直都是那个江小媛。